人生最近来说，多亲好朋友，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七点必胜广播来说提供的节目，伫少年之声调频广播网八九点三做着播出。有时啊服务唔免客气，七点必胜广播服务电话5916045，我关切多亲咱家康我感恩啦吼。今日今日六拜六啦吼。九点到十点是每双来为咱做服务人生的时间啦吼。啊，加减啊，罔听啦吼。啊，罔听，咱都唔免得较逐句甲听，甲足详细。有一句你感觉有受益的，你感觉这句未歹，我就甲提起来用。人生嘛，就是一个过客，无啥物通计较嘛，无啥物通吼啊，讲一定爱安怎。把手啊摕来别家己都不用了吼，哎，过哦自然，过哦快乐就好。所以伫遮呢，大家假期快乐啦吼，开车顺利，吼，过来就是阿公阿妈身体健康，食百里，大家身体呐勇健啦吼，该当心命，吼，人呢都是一定爱快乐自在啦吼。我们现在来听这一首《牡道》，牡娘。现在吼，这个社会啊吼，已经把这个人带到吼外太空去啊吼，想法啦吼，都有很多你无法度去想会到的。讲哦，这囡仔在变安尼吼，现在的孩子在玩什么？还有有法度安尼算吼，用生命咧算的嘛有啦吼，为什么？用这样在玩命的人这么多了，所以吼，即卖咧讲，要哪救，要哪救世，到两分，吼，
啊，都还佫学啊，学倒转去啊，吼、哦，较早全世界诺贝尔得诶，迄、那个诺贝尔诶，即个得诶得主啦，吼、哦，得主，吼、哦，伊伫伫伊就伫个即个巴黎召开会议啊，吼、哦。伊就讲啊，讲人吼、哦，人类伫二十一世纪生存落去吼，但是头壳会变化，变成讲人有那一种很淡薄，对对吼、哦，这个六亲眷属也好，好、哦、对一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非常的淡薄，就变成讲吼，哎，我为输啦，吼、哦，我家己为我家己呢，我无咧为任何的别人，吼、哦，所以伊讲啊，伊讲。哦，得到诺贝尔，吼、哦，无遐简单嘞。但是伊先啊，要伫个这个巴黎去召开这个会议，哦，伊这召开会议要创啥？伊讲人类一定要迈向世界和平。嗯，他讲哩是咧讲嘞，哦，敢有法度好做甲人类迈向哦迈向世界和平？对啊，烦啊，就是烦啊，啊啊，若无认真嘞。无人情义理的吼，啊，人心果悔的，这么多，对无？你要看你遐面蛋啊，拢甲人无同款，遐面啊，就敢那未输讲是吼，迄个有的人讲看起来，迄无生人，迄个面啊，迄那个脸啊，都已经变了，吼，伊的面拢变啦，就敢那吼牙齿啦，恶鬼同款。那我们现在说，在喊说。要迈向世界和平，有救世的苗远无？吼、哦，即马都西方人嘛安尼讲啊，西方人讲要赶快肯定中国老祖宗的智慧，才能救世界。爱肯定较早老祖先留落来，譬如2500几年前的孔子，伊所留落来就是讲，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的话，你必须回过。头来，回过头来，向2500年前的孔子吸取智慧，老子，好、哦、这些贤能的人，所以西方汉学家也肯定中国老祖宗的智慧能救世界，但是，即马伫中国的老祖宗，即马嘛无解慈悲呢。即马在欢喜咧，嘛无解自卑呢。聊聊都要整聊聊，要甲你安怎呢？嘛无解自卑呢。啊，你说你要吸取2000多年前的孔子智慧，哦，啊，这个西方遐汉学家，伊肯定中国老祖先呢，伊有这个智慧来救世界呢。问题是这个世界顶峰的学者，一直肯定讲中国的传统文化会当救咱人类的社会。问题是，咱即马看中国嘛是安尼蠢蠢欲动啊，吼、哦，对不？都是啊，但是具体内容是什么？哦、你要教他们，你自己要先做啊，不然要怎么教？对不？咱讲当务之急啊，好、哦，就是要救，但是需要儒道释融合。要救世啦，吼！要救这个世间啦，吼！应该爱儒道释，吼！伊讲爱融合在一起。不管你是西方国家的宗教也好，当务之急啦，吼！这英国嘛是有安尼讲呢。伊讲要肩负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师资的培育，必须要把宗教回归教育，必须要把宗教回归教育，要训练世界。各个宗派讲师，好，最终的目的是要建立世界宗教，好，要众神一体，宗教一家。你想做会到无？众神爱一体啦，不管你是基督教，好，还是佛教，好，还是一贯道，还是佛教，还是道教。好，在咱中国大陆讲以道教为主嘛，吼，啊，中国大陆。因为，吼、哦、是为道家的时阵，吼、哦、古早迄个时阵，因为有我们伟大的老子，还有伟大的孔子，吼、哦、还有很多伟大的人物，这拢是中国人，吼、哦，八仙嘛是，
在天顶做神的嘛是，妈祖婆嘛是，五福千岁嘛是，吼、哦、像咱伫拜的拢同款，吼、哦、啊，什么光觉尊王嘛是，中大元帅嘛是，迄拢中国人呢，伊拢来世间出世，拢出世伫中土，伫中国人的所在生存呢，吼、哦，才成为一个吼、哦、咱较早的高人，吼、哦、有咱的吼、哦、啊，七尊也是中国人啊。他也是中国土地生长，吼、哦，所培养出来新鲜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咱的中里老祖嘛是啊，都是啊，因拢有来中土出世，所以咱就有咱咧讲中土是中国嘛，中国栽培偌济高人，包括孔子，哦、啊，咱即马讲啊，中国有栽培着啥？有栽培着诶佛教无？像即马咧讲少林寺，哦。少林寺的僧人有很多，现在的学生年轻人都在少林寺啊，拢伫遐咧练功啊。遐呢，一你几啊百台游览车载袂完呢？遐规埕吧，通通拢总是囡仔呢。他们从那边开始在打底，每一个孩子吼，拢、哦、神通广大了。你看遐呢，吼伫遐咧训练啊呢，遐几岁尔了？他们在训练，把他们训练成什么？是佛家的、哦、我们讲的、哦、少林寺。但是为什么会武僧那么多？哦，这所有的不是文的啦，不是只在那读经念经的，都是武的，而这个武僧。但这些以后要成为什么？他也没说啊。所以讲，咱爱实践的方式是讲，要甲这中国圣贤的教育教材，吼，也是讲圣学的根本的根，四书五经内底，要透过实际教学证明有效啊，无效，吼，要广至世界各地，创造世界和平，人人爱安居乐业，才是太平的盛世，同时平衡佛教的教育。这要引导佛弟子呢，认清和平的世界，甲佛教修行有关系哦。唔茫讲恁出家人无插恁这代志，我头脑崩到这头啊！都有弟子，都有这有出家人，绝对一定有人去供养嘛，吼、哦！啊，都个做禅的人爱去供养出家人啊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嘛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安尼。但是。你要创造世界和平，人人安居乐业的盛世，同时并要进行、哦、佛道、哦啊、儒家、哦、道教、哦、要重新引导这所有的弟子认清世界和平的重要。世界和平的重要真大的任务啦、哦、真大的任务，人人安居要乐业、哦、要太平要盛世，同时并行。但是这个教育敢有法度做到安尼，对吧？世界跟佛教修行的关系，讲成王此寒呐、啊，吼、哦，鼓励咱这佛弟子爱先做起，为世界和平尽一己之力。咱世界无足侪佛教吗？爱为先做起呀、啊！我们要认清世间呐、啊，吼、哦。咱讲一淡子32亿8000念啦，吼、哦，人呢有1/4啦，吼、哦，没办法，哪个念头是我啊？说世间所有的一切是唯心所现，唯事所变啦，唯心所现，唯色所变，吼、哦，啊，这《金刚经》内底有毛讲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咱用这个话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世间人的虚妄，相续有所无所有，毕竟空嘛，不可得。但是这有可证明，但咱人敢有要该相信这个？敢有要该相信这个？至少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。所以讲，德国即嘛有著名的这个量子物理学家，即嘛。量子力学啦，好、哦，他们在研究啊。我对原子的研究，最后的结论是什么？
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，心识是一切物质的基础，宇宙的一切现象都是念头波动所产生的。有我们现在都活在幻象当中，因为看不清楚现在你遇到了什么样的哦，这个目前的这嘛，目前的，敢那天气就好啊，哦，你看清楚了吗？都还没看清楚嘛，哈，因为大家都要饭好食，要饭好食都看不清楚，好，那看不清楚，我还是一样啊，好像今嘛，你也看，哎，车有法都安怎个变，安怎个变，白白嘛拢会当晒上，你要甲变个安尼外国汽车，就是要甲变好，遐囡仔去耍，但是你用这种的物资。对我们人类的基础有用吗？没有用啊。所以咱若无再来去改敦敦教诲，好，世界和平之路呢？好，你很没有一个国家办得到的。所以哈啊，哎，讲这哈，讲这嘛是愈讲愈忝呢。好，这个也是把它带过就好了。反正世界哈要用宗教，好，甲合体啦。要把宗教合体，众神一体，宗教一家，实践的方式，你要先去跟中国大陆讲，中国圣贤教义的教材有没有啦？圣学根本有没有啦？哦，那透过实际哦，这个教学证明真正有的话啦，无人无，大家拢举手赞同，好侪的人。还是好贪，好贪的人是好贪。这个世界已经生病了，差不多有些一半以上的人头壳拢真正有问题啊！他通全部认不清啊啦，认不清这个世间，认不清这个世间。所以你讲，现在量子力学要把你们带到哪里去呀、啊？所以讲人不是靠一切物质的基础了。人是爱靠啥？爱靠讲，要入世两种，先甲修为，先甲底子先打好。要那无吼，无底子先打好，你要众神一体，宗教一家，很难实现呐，很难实现。
这哈，那就是来讲，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变人类哈？改变人类啊，上无啦，上无嘛爱改变一个靠良知的哈，我嘛改变一个靠慈悲的哈，改变一项哈，人跟人之间。不要用斗争的方式，也不要用打架的方式，也不要用打战的方式。安尼你才会当讲世界和平。啊，世界和平之路，谁要带领啊？什么人要来带领？带领啊，有人带领，唔只有在条走啊，无要哪走，对吧？所以就是讲吼，较早咧讲，一个人想要得到老天的帮忙。还需得将自己身心先修炼，就是你家己本身家己妄心观想看卖啦，吼。君子但尽人事啊，不计天命，而天命即在人事之中，对不？系啊。啊，你若讲，无咱即马讲啊，梅香师姐，你卖讲迄个，卖讲这文绉绉的这啦，你无来讲这个大家都安怎伊个，太谈，安怎伊在安怎签较会对，哦，啊心跳落来，看有咧拍，有咧问白机无安尼啊，哦，这即马足侪人要求的吼，足侪人讲奇怪，心才很济，啊拢无多一阵落来咧拍白机哦。拢无多一阵落来咧讲，要签多一支股票较稳会着哦。啊，拢无多一阵落来讲，安怎趁较有钱哦？无了，无呢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啊，这样神怎么度你呀？因为你要的都是钱，你要的都是名利权势，你要的都是你要你有就好，别人没有没关系，都是这么自私。哦，咱就叫自私，你求神嘛，足自私的啊。咱嘛无咧讲放大心量讲啊，求一个世界和平，卖战争，吼、哦、啊，大家拢平安较要紧，很少呢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天要度你哦，你嘛爱有一个征兆，人天唔才会来度你，对无？啊，你有迄个福报，对无？你奇怪，咱别人下落拢会捡到钱，啊，无就会捡到东，捡西，是啊，咱拢唔捌捡过，咱拢捡袂到，对无？都不是这样比的啦。当你身上逐渐具备有三种特征的时候，老天会来青睐你，有这一回事哦。心地变得越来越善良的人，老天会给你好处哦。所以《了凡四训》里面就有说，一切福田不离风寸啊。哦，什么叫做一切福田不离风寸？就是要有做才有的啦，不是用讨的呢，好、哦，不是用讨的，不是用求的，是要有做才有的。好、哦，你心顶上呢，无过早人来讲，正规得规，正道得道。你种落是善因，你得到绝对是善果嘛，干不是安尼？好、哦、啊，较早咧讲吼，基人呐、啊、吼。有一个基人哈，明朝哈，明朝的时阵，哈，有一个基人要上京，哈，身边呢还跟随着一个随行的竹童，啊，两个人就带入去客栈，意思就讲这个好业人啊，这算讲因兜好业，好，啊，今嘛要去送啥，啊，要去考试啊，得搁炸一个竹童，该派物件啦，好，啊，注意安全呐、啊。哦，啊，就爱家服务啦，吼、哦，爱家顾安尼，顾起个惊啥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两个人呢，哦，就惊到尾，就入去一间客栈。这个时阵，这个主动呢，吼、哦，意外哦，捡到了一只金车啦，吼、哦，好、哦，后来两个人又去行，行到意思就是讲哦，一讲捡的这个金啊，真正金啊，金车，伊就偷偷个藏起来，无人公主知影，讲又去捡到金车。好、哦，后来两个人又走了一些时日啊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个彭狗呢，孤蒙着盘缠呢，哈、哦，我开到要了呀了，好、哦，伊就甲这个书童讲吼，啊，你要注意哦，爱欠哦，咱咧叫的物件爱叫较少咧，好、哦，啊要大吼，都爱大迄个较简单咧。
吼，卖带伤好。啊，这个朱董呢，一听到因公主安尼讲啊，意思讲叫菜莫叫伤济，吼，叫伤济食袂了浪费，吼。啊，咱开个芝麻已经盘缠吼，有剩下的不多了，所以咱大个客栈爱带较歹个，吼。啊，食嘛就较简单嘞，会饱就好。吼，这就是这个公主安尼甲这个边个朱董安尼讲。啊，这个朱董呢，吼，听到因公主安尼讲呢，伊家己落地啊，懵懵啊，讲，啊，我迄天吼，去捡到济了，啊，我无甲阮公主讲呢，安尼我顶讲吼，嘛是对吼，对我的公主嘛无老实的，这我甲占为己有，安尼有可能吼，安尼嘛是唔对的，所以伊就忍起来啊，伊就甲迄人落落迄个金梯啊。就提起来，也互伊看。伊讲有啦有啦，咱免烦恼啦，咱会当大嘛，会当大足好个了，食嘛会当食足好。伊讲安怎讲？来，即支来摕来当店来卖就有啊，即支就挺好卖啊。你看即支重酷酷，你有看无？这个彭教呢，看到了后，伊就讲袂使，咱要尽快。你伫倒一搭出口个？伊讲啊，都伫个咱。几日前无，啊，都有入味，啊，客店的边啊，那汹涌金丝丝去，我看到，我捡到。伊讲安尼，速赶紧，搁位倒转来，搁转来迄间。伊讲无哦，公主，你那是只嘛要搁行倒转，还搁行几日工呢？啊，行倒转，啊，你上惊户口，安尼袂付呢？会袂付哦，所以咱唔通搁行倒转去哦。但是，这个彭教呢，伊是一个有读册的人呢。伊讲，这无缘无故人落落的物件，就表示这人这么重要的物件，吼、哦、啊，哪有可能咱共捡起来？你怎啊共叠叠啊？你也无讲，你当下你也讲，我就叫你讲，看要安怎处理，吼、哦、啊，嫌人，安尼你安尼就叫做贪嘛呢，吼、哦。啊！即卖人家主动安怎讲拢讲袂赢伊啊？为虾米？伊讲我绝对要阁倒转来。迄间客栈，你伫倒一搭捡到，绝对都有人伫遐吹。然后即卖这个，主动呢，还是讲高不离三种啦。好啦，阁倒转来迄间啦。啊！即卖看到吼，都看到一个吼查某囡仔，吼伫迄个所在呢。安尼真紧张就对了吼，啊，就再，他在找他的发簪，想来是女子的东西，其父母一旦见其不见了，必会认为是他跟人家私定终身，还是怎样，就会误会了这小姐的清白啊！啊，即马迄个查囡仔就到迄个所在，底下哭哭撞直直吹，就是咧吹咧金梯，爱真正够挖到灯。搁拄会到迄个查某囡仔，啊，拄会到迄个查某囡仔，这个彭教就较紧的讲，来，赶紧摕去刑人。爱讲这个华章的判决呢吼，当时啊讲这个华章判决呢，是一个将贵的查某囡，是因伫大迄个客栈迄间偷鸡的查某囡，因为不堪父母的责任呐，吼，哎，这个。老爸老母拢甲误会啦，误会讲伊摕迄个金车去送互查甫人，私欲终身啦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你一个无正经的查某囡仔吼，直直要甲赶出去，伊呢真正若阁找无来，伊暗算要去吊刀自杀啦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讲这个书生呢吼，伊、哦、呢出事的时阵吼，来的时阵赶紧紧的讲啊，我甲你讲，我回一个室内，吼、哦。啊！到我这个主动要忍啊，唔捌啦，吼、哦！伫土脚甲你捡到这个金车啦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个金车我捡到，啊，我已经行几啊天的路程，搁去另外一间客栈，安尼，吼、哦！啊，因为我咧讲到这个盘缠的问题，将过去讲互伊听，啊，我这个主动呢，甲讲伊有捡到这個，啊，这提袂到，倒摊搁食饭，啊，毛摊搁带客栈，所以吼。哦我赶紧的，搁摕倒转来，吼！我知影你足急的，吼！搁摕倒转来，
这个时阵呢，吼，拄啊，迄个查囡啊，找到迄个金体，因老爸老母看到，甲知影讲误会着因查囡，唔是因查囡去甲人私欲中心，吼，摕迄个金体去送予迄个查甫人，所以呢，吼，保全了伊个命牛。伫这个京城呢，吼，京城迄个考场呢，最后却突然，吼，就是讲，这个彭。这个彭教呢，因为伊万几啊天嘛，伊搁我倒等于迄个所在，吼，搁再要搁行去甲行到人考试场的所在，吼，已经拢满的人啊，吼，啊嘛无可能你去嘛，人嘛已经无时间啦，完全搁赶不上了。但是那一天晚上，遐所有住伫迄间。另外一间要考试的迄个所在有通互大嘛吼，大遐住伫遐的人，唔知安怎奇怪，他会发生大火。迄间吼，迄间内底大火烧足济人啊！啊，所以讲吼，伊拄啊无附着这帮，那附着这帮，伊原来是内底其中互烧的，迄个其中的一个。因为万三刚才到位，看到的时阵讲，这个复课的这个所在，这个考场是安那火烧烧了了。后来吼，这个吼彭教就讲，安尼咱今年无机会啊，咱考试场吼嘛万三刚吼，拄好万三刚到位，为啥考试场来烧了了？吼，师兄有无伊唔知啦，但是迄、那个。在考试院的地方，怎么会全部烧光光呢？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就搁带迄个枪，搁带迄个刀，老仔啊讲，安尼咱今年复课无机会，好、哦、啊，咱搁等下咱的故乡等，三年一科嘛，吼、哦，三年一科，搁到等等，好、哦，在行走这个人世间呐、啊，人必须要善良。伊呐，如果讲无骨挖倒当个凶，迄个小姐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小姐，反正因老爸老母误会，较早人，诶，小姐呐，华簪是专金的，是老爸老母给伊的，阿摆就是定情之物啦。为什么会判见？一定是你提予人，所以伊甲误会啊，误会甲迄个查某囡仔用要去吊刀啊，伊安怎辩解都无效，吼、哦，其实是连落去用捡的。所以咱人吼、哦、行走在这个人世间呢，善良往往是一个最好的护身符。像迄个平狗安尼，伊要护无着迄场大火啊！伊那是万，伊那无万迄三工，伊嘛是同款带入去伫内底啊！吼，啊底下烧火，甲伊嘛是其中一个啊。所以讲吼、哦，善良往往是一个人最好的护身符啦。好、哦，安尼就撇过一，伊就撇过一劫啊！做人为善，吼、哦，等人为善，福虽还未到，何以万里啦？人若为恶，吼、哦，福虽未到，福嘛已经万里啊！做世间的万物变化无常啦，吼、哦，因为我们的每个人都有因果循环啦。其实我们的行善，往往只是出自于本心啦，吼、哦，并无所求。就像生活中，我们看到他人的惨境。好、哦，看到不幸的，你会怎样？也会啊，也会动容啊，好、哦，也会好、哦、替因跑不平啊，好、哦，咱人拢是会啊，都是自然会表现呐、啊。所以讲善良会同频共振哦，你善良的人跟善良的人会同频共振，你帮过的人、助过的人，最后仍然会回报于你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哦，拄到好惊喜的好运，其实根本都是你累积的善良。好，你们惊喜讲哇，我那才好运。好，这世间哪有你拄到这么好运的代志？其实啊，这就是你累积，你前世累积的善良，你这一辈子才遇到了这么好的好运。对别人常常。要怀感恩的心呐、啊，好、哦，世间一切众缘和合，
现在讲世间的一切是众缘和合，吼、哦，每一个人呐集做会，拢有存着感恩的心，吼、哦，不是独一哦，独一做的。那如果讲有法度达到共振，大家都是善良在一起，那种共振的力量很大。好、哦，所以讲人要常怀一颗感恩的心，人活在世间，每一个人拢要给予，吼、哦。给予对哈、哦、对方有问题的时候，需要你帮助的时候，你能做得到的话，给多给少都没关系，总是你有付出了啊。但是我们要感恩的是什么？父母给予你生命，好、哦，把你抚养长大，好、哦、啊。过来，咱也讲出去到外口，好、哦，有人温暖你，帮助你，这就是你一世人的贵人。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有时啦吼、哦，咱人跟人之间，啊，做一个人跟你吼、哦，志向很相投，你就是他，好、哦，以后要跟着你，好、哦，有陪伴的对象，陪伴的对象也是什么？也是你有做，好、哦，做一个好的对象才会跑到你身边来。所以有人讲，我嫁到好翁啊，嫁到歹翁，迄拢咱家己，咱家己的四条唔打紧，爱过有咱过去世的因果，爱过有咱过去世的福报，你今日该找到一个足好的翁婿。好，啊，今日你俩过去世的福报真正有够，会当圆满你的人生，子女满堂，好，你的家庭平安，阁会当安怎快乐？可以圆满你的人生，这也不是天给你保庇的了，也是你累世做了太多的好事，你今天所聚集在你们家的都是曾经你被帮助的人，就这些都来你家，大家都要给你友好，要给你斗三工的、哦、会这些六亲眷属都是你过去帮助过帮助过他的，这一辈子他就要来还你的，所以他特别的乖，也特别的拥护，家庭一团和谐。这不是你的完全借助，是得要来行你功德的人，是要来行你的，要来给你报恩的，吼、哦，要来给你报恩的。当你看到这些这么好的一切事，你都觉得很温暖。一位，就是你知恩图报了。始终是一种可贵的品德，就是知恩图报。你过去世呢，知恩图报，你这一辈子你所生的小孩，你所结婚的对象，他也都是同样的，对你温暖呢，对你好，家庭的圆满是由什么来的？都是由你自己的福报过去的，你温暖过别人。今生人家就会来圆满你呀、啊，啊，就总共一句就是安尼嘛，有来有去啊。你对我好，我就对你好。哦，这世人我要过来跟你相听，就是因为我找到你，所以咱呢今日来这是相欠的爱相度，但是我是要来报恩的，所以我就特别家庭足和谐，特别好。好、哦，这是咱人爱要知恩图报，始终是一种可贵的品德啦。所以咱讲，人呢，实在是不简单啦吼。啊，再有这样小故事吼，对我们来讲是好的。啊，那个公主，第二届头一届去无去会休息嘛，第三年一个来复课。那个姑娘一直在等伊，为什么？伊咧捡着我的金车，你讲为着耽误我，耽误你感动。你拢无烦恼，讲你搁行倒转来三工，你会耽误你的吼、哦、这个考试的行程，所以你搁行倒转来，吼、哦、来完成我，好我唔免让我的爸母误会，伊就一直拢藏伫个心内底，因为伊足感恩的，足感恩，伊一直咧等哦，等这个秀才第二届考场，一定会过来住伫因家的客栈，他就真正的吼、哦、要感恩了。啊，所以讲，就跟老爸老母讲啊，
伊摕这个金体来献我这个秀才，不管伊考到状元还是无考到状元，考有条啊，考无条，这个人拢是我永远爱感恩的人。伊受着我的命，伊保存着我的名节，保存着我这条生命，我就是要还他。安尼人，人伊去考试，也无去拄着火灾啦，吼，啊，佫考条，佫倒转来，还佫娶着一个水某啦。过去客栈人，迄个客栈的头家就直接甲伊讲啊，伊讲阮这查某囝等你三年啊了，三年一考啊，即马等你三年，吼、哦，伊一直要甲你感恩，迄支金体，你献伊，你献伊清白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，伊要做你的贤妻良母，哦啊，这样你看，他也是在知恩图报，这查某囝嘛在知恩图报，啊嘛为着伊的善这个。秀才为着伊的善良耽误科技，但是伊的诗文阁脱落过，这不是在讲啥？成绩放榜了以后，你就知道了，吼、哦，两行拢有金榜题名，吼、哦，所以阁娶到一个足贤惠的某，还阁捡到一个足贤惠的某，你讲呢？啊，咱只爱做好事也免，哎啦，你都有做都有，无做都无啦。啊，绝对不是在讲，哦，这什么人给咱等造成的啦？哦，所有的对甲唔对，好甲歹，拢是你家己，你造就的圆满还是造就的缺陷，都由你自己决定啊。
对，忏悔就是要唱到这个高亢的地方，你就才觉得哦，有一种感觉啊，吼，有一种感觉。哎，好啦，甲咱借几分钟啊时间啦，吼。慈莲毕生宫呢，吼，香品大家拢知啦，吼。啊，过来的小盘香啦，吼。啊，虫草王山高宝啦，金盖绿蜂胶牙膏合力美，吼。啊，还有三罐500块的火焰霜。吼啊，是讲平常时啊，人啊进肥吼，你感觉吼足顶胃的。吼，过来就是阿妈滚筋硬壳壳。吼，有时阵吼，咱的血油伤济，卡血带，你运加果油吼，给他吃啊，温开水配较济。你莫运加果油，给他配冰的冰开水。啊，运加果油的减半啦，伊内底有抗氧化，它本身呢会给你养一挂遐，吼，咱讲。不应该放在你的这个身躯内底迄个油啦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油伤侪对咱来讲嘛无好，血油会塌掉咱的啥，会塌掉咱的血管，所以有的人爱去讲加碱啊，原因就是你唔知迄个利害关系啊，加碱啊，有的就是爱去退碱啊，吼、哦，迄条狭窄，吼、哦，啊你这个你那如果讲吼、哦，是你的血管有狭窄，你得都通未过啊。穿开这种会哼哼叫安尼，袂舒服。好、哦，这就是爱食印加果油。印加果油是天然的东西啦。好、哦，啊是那讲也够有一样有抗氧化，就是咱即马咧，咱若有个人讲哦，你来看到人咧食迄吼加加咧安尼，你佮加牛奶佮袂歹食吼，洛梨呀，迄、那个籽人拢牢牢起来，创啥冷萃取，伊就是含印加果油这两项的籽。哦，内能萃取，伊这一项抗氧化，一项就是会当甲你，吼、哦，互你会当安尼一工，吼、哦，内底遐囤积的垃圾，包括粪便啦，吼、哦，无排未出的迄种啊，把垃圾拢排出来，就是印加果油最好用。吼、哦，哎、啊，印加果油，你若讲食印加果油，你千万都唔通过食冰的啦，唔通过食凉的遐物件。爱啉烧茶落去配印加果油，多喝白开水，多喝白开水，多喝白开水很重要。白开水可以救人呢，哦，所以啉白滚水就白滚水一直甲啉，印加果油好食，人就会感觉轻松，好、哦、都没有这囤积啦，杂物的无吃。好、哦，过来就是啥？牛樟芝为什么有低剂？它很好，很好，对我们。有一些吼啊，肝脏有一些问题的人，本来就有一挂问题的人，啊，你个甘牛樟芝，吼、哦，伊会甲这个吼、哦、本来吼、哦、较无好的部分啦，啊，咱来加减啊个甘，你来感觉，哎呦，精气神会差很多，吼、哦、啊，伊的主食体就是咱平常时啊靠咧储油啊做餐人，靠劳工界的朋友。暗时咧困拢暗困，有个人是做三班制，啊你个食迄个牛樟芝，早晚两颗，啊是讲较严重啊早晚三颗，你就会恢复体力，人的精气神就会足好，吼、哦，这是好物件，才会安尼甲你介绍啦吼。啊，我们有在讲，好健步灵吼，很、哦、真好用，吼、哦、啊是讲定期的叶黄素，啊平常时咱拢咧食。都免阁讲啦吼，即毛一项就是讲，顾老人卖痴呆啦，卖互伊定定读，讲即项袂记哩一项，讲一项袂记哩一项，有个人退休足紧就咧退化，你平常时给他吃，就是咧，就咱即种嘛是一种吼，咱讲菇类的萃取，它里面的吼成分，它不是药，它只是吼，滴甲咱吼帮助咱平常时啊。无食到的物件，无都去补到的物件，加减啊，你甲补，甲补落去脑内底，伊就较袂啊退化。好、哦，过一人就是啥？哎、欸，你食食，你会感觉讲，哎、欸，较好困了。好、哦，啊，会较好困是安尼，啥物原因？咱人的脑内底若无少济啦，吼、哦。过一人就是啥？伊唔是爱困了啊，你不要把它当作爱困了啊食。伊这是咧，互你管理的脑会较，咱讲记忆力会较好。过一人就是啥？自律神经袂遐紧绷，遐熬紧张的人，你加减啊食看卖，你也感觉讲，哎呦，真的有
有改善呢。好、哦，啊，这不是药，我一直给他强调，这个不是药，它只是我们平常时缺乏的东西，给补一下安尼尔，给补缺乏。你缺乏这种东西，你的脑智力啦，好、哦，啊，过来就是神经比较会紧绷，可能讲智力神经的失调原因就是安尼啦。好、哦，啊，咱即马足侪物件，迄样你也无食，迄样你也无食，迄样你也无食，所以你就变成讲你。成分，咱的身躯内底有足侪物件，拢需要补充的啦。啊，你加减啊，甲补充，你就会感觉喏，哎，你讲话袂得语无伦次，哎，我刚刚袂输讲了，佫袂记哩啊。哦，这种就是要让大家，吼、哦，年老了的时候，记忆力会好一点，而且精气神会好一点。吼、哦，叫做慈天真好眠呐，吼、哦，这内底就是。好，咱感觉讲，你越放松，他睡觉就会觉得吼，也就很好入睡。安尼，甲咱讲者，吼，以上这拢算功课啦，吼，以上算功课。那今天晚上呢，吼，没想有俩几段要来讲啊，吼，讲课，我会把它简略讲短一点，但是感觉讲你对你有路用的，你就甲记起来。吼、哦，对咱有路用的，平常时啊，有路用的，吼、哦，有用到的，我们就会去讲。吼、哦、啊，做动功也好啦，吼、哦，训练自己的身体，吼、哦，静坐也好，吼、哦，打坐也好，训体也好，反正性命相守的这种工课，绝对是一定有静甲有动啦。你无有静有动，伊才是配合。性命相修啦，齁。所以说在慈天必生宫的共修绝对是有利益到我们的身体，齁，也会让我们的灵格慢慢的提升啦，齁。来，今天的时间已经到，齁。然后大家做一个回向，齁。愿意今天所讲的一切功德回向所有兄弟姊妹，世世安稳穷法喜，消冤解业心清净，身体健康，灾难除，家安如意，事业顺，得诸合尽，功名成，所求事项皆如愿，身蒙超生，转安乐，法界众生第二苦，以诸大恩正善因，今世慧开福遍缘，无量寿佛太上感应，无量慈悲，感恩无量，无量感恩。那拜六礼拜，咱唔那干那共修啦，要各有哈。啊，咱讲问书、请书啦，就是讲有开课办书啦，吼。所以直接甲咱讲者，有志工来到三江啊，提早一下，因为咱要用一寡吼，咱的农民力啦，吼，要几啊千本啊，所以讲等下到达，直接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